好嘛，请叫阿昼。阿昼说你好漂亮哦，好，做睡就是好漂亮。弟弟叫阿昼，大声。男生阿昼也要叫哦，男生阿昼还没有过来。宝琴，阿昼说你好漂亮哦，弟弟。阿昼说你好帅哦，有没有？谢谢阿昼。是哦，那你要玩吗？你要玩，你可以玩啊，送给你玩。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阿昼现在看的是阿昼最喜欢看的包青天哦，他就是一个全身都黑黑的一个人哦，他叫包青天哦。待会你可以看到他，他脸都黑色的哦。哦，你今天是晴天还是阴？弟弟，你要不要给阿昼看你的恐龙？那你手较好不？你手较好不？好啊。有遐阿靠较爽快不？你头毛好剃啊？嘿，佩文教我剃的啊。免钱啊，免钱。你会晓？无啦，伊乌白剃的，免钱。哎。你好。宝琴，男生阿昼，啊叫男生阿昼啊，好宝琴，加诶。那不好听诶。这个。哦，抓大。大大是恐龙。恐龙，在哪里？哎呦，哟。好嘛，亲，抱一下阿昼好不好？抱一下女生阿昼跟男生阿昼。哇，弟弟你好棒啊，每次回来都有抱。好嘛，亲，你要不要抱一下阿昼？阿昼抱到你们就很开心哦。你怎么了，好嘛，亲？哎，莫客气。哎呀，不可以哦。你说什么？不可以哦。阿昼拿我的。阿昼拿我的，阿昼拿我的。对呀，对呀，没关系。阿昼问你说这样会不会冷，黄宝琴？黄宝琴讲伊袂冷啊，哎。电池掉了啊，电池喷了。读册啊？啊？开始读册啊？啊，旁边两个擦。拢在擦吧？流掉了。阿昼说淹水啊，都坏掉了啦，不要玩那个好不好？那坏掉了。玩具通通没有啊。玩具通通没有了哦。